今天让你们看看我怎么收拾二狗的。哎，二狗的，来来来，干啥呀？啥事儿啊？今天所有辣的全都免费吃啊？真的吗？对，你看你，我说免费吃就免费吃，什么真的假的？吃多少都行是吧？行，那我吃了啊。哎呀。啊，太辣了！给！啊，这怎么是酒？你故意整人呢？哎，你回来回来！怎么了？你还没给钱呢？给什么钱？你刚才不说免费的吗？辣条是免费的呀，这酒贵州茅台，200一杯。啊，200一杯。哎呦，我刚才吐包了，你非得让我喝白酒啊，不行了，哎呀，你带我去医院。啊，那你赶紧去医院呐。啊，我没带钱呢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快给你50，你赶紧去。啊，50？50你买驱虫片都不够，150。哎呀，那行了行了，给你160吧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这个二狗今天没收拾了他，下回肯定收拾他。